近日，女演员车晓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动态，与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旅行经历。动态里的她一脸疲惫地靠在女友人身上，直呼自己太难了，还吐槽自己旅游时就像上刑一样，除了吃饭还是吃饭，非常痛苦。网友们看到这一幕后纷纷评论，女神私底下的样子太可爱。视频中的车晓穿着非常朴素的衣服，素颜出现在街头。因为没有工作，所以车晓将自己的短发简单地挽在了脑后，看上去毫无偶像包袱。起初车晓的心情大好，高兴地站在街上涂起了口红，两人迈着十分喜悦的步伐出发了。到了晚上，车晓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由一开始的激动不已变得疲惫不堪。车晓自曝自己从早走到晚，这根本不是旅行，是上刑。饿了一天的他不顾形象地蹲在路边点外卖，脸色早已冻得发白。车晓在视频中委屈巴巴地表示，自己走路实在太久，脸上的双眼皮胶都化了。网友们看到这一幕后都被车晓狼狈的样子吓到了，谁也没有想到昔日里精致干练的他私底下竟然如此接地气。